太烦了。需要喝水哦，我需要喝水。玻璃瓶又去哪了？放啊，在这儿，这玻璃瓶。OK。哇，我们这个主角史蒂夫真的是能吃能喝。蜘蛛简单，啊，随便找一个蜘蛛，只要一根线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。对，我就不剪切了，各位啊，你们懂的啊。对啊，我这个方法更简单。哎呦，这矿真的多。人工矿洞嘞，我需要一根线。我是开的困难，为什么没有蜘蛛啊？哇，我想要人工矿洞的时候不来，我不想要人工矿洞，来一堆人工矿洞。我走一步人工矿洞，走一步人工矿洞。其实我可以改白天，但是白天陆地上不刷蜘蛛。哇，好黑，真的。算了，我还是改一下白天吧。对，白天我可能看得会清楚一点，好像并没什么区别。哎，这个人工矿洞我记得很多的呀。老天不给面子呀，大哥，我拍视频呢，给个面子呀。完了，出，哦，这个得看人品啊，这个人工矿洞。其实还有个办法啊，方法总比困难多。我来看看有没有装那个自然罗盘 model， 自然自。指针，指针，指南针，指针。Oh shit， 好没装。如果我装那个自然指针 mode 的话，我可以找那个粘土山啊。粘土山它那个人工，粘土山下面全是人工矿洞。哎，找到了。撤吧，我们直接转换桌。哎，我觉得比晚上打蜘蛛要好一点，你晚上打蜘蛛还不一定爆。嗯，还好，也就花了几分钟时间啊，到时候给大家补上啊。哇，我想做个绳子呀，真的。啊，削木棍啊，我特别想做个绳子。我去找头牛，把牛牵过来。哎，不是，我服了。我家旁边两只蜘蛛，你看，要什么的时候不来什么，不要什么的时候来什么啊！真的，就跟你买彩票一样，你买着玩啊就能中奖。你如果想中奖，如果你以中奖的思想去买的话，你就中不了奖啊！真的就很奇怪，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不想要什么时候来什么，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的时候不来什么，偏偏不来什么。好了 ，OK， 频率模块啊！如果不做频率模块的话，你在那个月球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，因为真空不能传播啊。这个各位，这个学过物理的都知道啊。对，初二如果学过物理都知道，真空是不能传，真空是不能传声的。铁板
两个，鱼板一个，哎，简单，风衣器一个，风衣器我应该复制的。哎呦，铁板。然后我们需要一个，这是氧气管道吗？这是氧气管道吗？哎，完了，这玩意儿，哦，这个供氧设备啊，简单，氧气这个浓缩机啊。玻璃板，哇，有六个。OK， 大功告成。不过上面这个是什么？我不太清楚啊，说实话，我不太清楚啊。哎，我这个氧气怎么是零啊？因为这个东西以前1.7的时候没有这玩意儿啊，具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还得研究研究。哇，无限氧气罐，创造专用。这液态的氧气也可以吸吗？好的，我们所有的东西啊全部准备好了，宇航服、一些设备啊、火箭啊都准备好了啊。那么接下来啊，我们就要把东西收拾收拾啊，然后带点这个food的啊，带点食物，我们就可以去登月了啊，就开启我们的星际探险之旅了啊，就不会像前几期啊这么枯燥了啊，每天都在做东西啊。好，来把东西整理一下啊，把该放的东西，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把转换桌带上去啊，说句实话，对吧？转换桌里什么都有啊，我们直接带上去就可以了。带个转换桌，想要什么直接拿啊！但是我感觉这样就没意思了，不太好。所以说我还是不带了啊。感觉这样子带个转换桌上去，总感觉缺点那种味道啊，缺点那种星系那种探险的那种味道啊。哎，我这个瓶子就两个了。其实我觉得 MC 这个水其实不用烧，真的。你看这个水，我天，在我看来可以直接喝啊，跟现实中那种纯天然的矿泉水没什么区别啊，真的可以直接喝，感觉看起来特别干净啊，特别是富含矿物质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怎么还有个轨道啊？对了，啊，这样就不干净了啊，这个大家不要模仿我啊。不要把垃圾扔河里边啊！啊，也不要随地乱扔啊！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。哎呦，这个月亮这么大，垃圾我们要入桶，我桶的。我好像没做垃圾桶啊。啊，那算了吧，那放转换桌里边吧。纯净水。脏水烧一下，瞬间变成纯净水了。把肉烧一下，我们就带点肉上去就可以了。肉的话，它是不会腐烂的啊。MC 没有这么现实啊，没有这么硬核，它不会腐烂，你可以直接吃就可以了。氧气放置帐啊。哦，然后我们要带点水。哦，我有奶，哎，我还烧个啥水啊？我有奶，哎，我不用烧水了。但是奶，我奶的话感觉也不用带这么多，带多的话有点占空间。OK， 稿子带一个，带两个。剑的话，我是不是得附个膜呀？就做个钻石剑吧，先，
因为打 boss 的话会给你比较好的装备啊，也没必要去特意的去附魔。就做一个钻石剑啊，然后衣服的话就不用了啊。那么这个宇航服的话，它是自带护甲的啊，就不需要钻什么，就不需要做什么钻石套之类的啊。宇航服它是用金的铝做的啊，它的防护特别的给力啊，加三、加六、加八、加三啊，还不错。氧气，哎，还有关氧气呢。nice。然后油也加满了啊，好了，万事俱备啊，只欠发射啊。输入器带着啊，油要带着啊，啊油带着了，行。哎，我怎么有一个电动压缩机啊？把这个放里面。好了，我来看一下还需要带什么啊？金苹果带一个保命啊。哇，有点贵啊，一个14万，算了，吃不起啊，我就16万了啊，一个14万啊，下一期我得开新方块了，行了 ，OK， 准备完毕啊。